Miss Lu， 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是葉翠良 Irene。 今晚彈這首歌是 Mendelssohn 的作品，在1830年所作成的 Rondo Capriccioso Opus 14。 這首樂曲開始的時候是一段比較抒情和慢一點的前奏曲，是 E 大調的。前奏曲之後接著下來就是一段節奏很明快、很灰諧、也都很有節奏感的、隨想曲，是 E 小調的。隨想曲的曲式就是迴旋的曲式，而樂曲的最後是一段強而有力的八度的樂段。現在我就為大家去演奏這首。